擦拭一种眼角，可是脑子全是黄色的垃圾场。早是黎明尽头，心是黑夜之下的满嘴狼喷的仙人掌。台湾怎么会有这么一号人物？红叶乱雨播出位，让人看得像度。这句句通关发现还有通关恐怖，整天鼓吹台湾全民当兵，还要让大家拿命拼，结果只是为了骗钱毫无羞耻心，查包便宜的工具被他都卖成了黄金。黑墙学院的水壶啊，售价台币1280，淘宝上面有一个很像，台币是多少？128，十倍的价差。可能实在太没羞耻心，太腰身已变成了轻的主力军，接着一场打架被痛打血，还摔坏脑神经，从此言论越来越疯，也越来越难听。A 片的形态，你喜欢看的片的这个内容也都会被掌握啊，这很危险，可以猜测到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。成人影片的选择哦，跟你的偏好可以拿来做政治判断的用途。擦拭黑手眼角，可是脑子全是黄色，像个垃圾场。擦拭黎明尽头，心是黑夜之下的满嘴乱喷的仙人掌。擦拭口臭眼角，心里依然都是黑的，像个垃圾场。不要，你要分得清楚现实跟幻想。你这样大家就真的很担心你啊！他们都在攻击我的精神状况，我没有人攻击你精神状况，我们大家是关心你，因为你真的有出问题，你知道吗？